鸡丝面条加进浓郁汤头，让人口水直流，面食是不少味十足的最爱。不过你知道哪种面条热量最高吗？油面啊，油面，面粉做的比较多啊，油面吧，自己就带油啊。丹姐小姨100公克雷说，面食热量第一名是鸡丝面461大卡，第二名则是米粉365大卡，大多民众猜的油面则是359大卡，位居第三。紧接着依序是通心粉、冬粉，而热量最低出乎意料是乌龙面。蛮惊讶的，对啊，没有想过，因为它是炸的，所以它热量比较高吗？对，淀粉类型的食物比较容易吸油。如果今天把面条拿去油炸的话，热量本来就会比较高，因为吸油量高，这也是正常的现象。除了要小心热量，钠的摄取量也要注意，因为100克的鸡丝面就有高达2450克的钠，几乎是同重量通心粉的100倍。营养师建议购买看营养标示，若超过600毫克钠，得减少购买。你可以选择像是一些减钠的一些产品，或是蒟蒻面啊、豆腐面，这些的钠含量相对来说都会比较低一些。那此外呢，你可能就是减少吃面食的频率，然后尽量不要喝汤。营养师提醒，想吃的健康，蒟蒻面、豆腐面都是好选择，而爱吃鸡丝面的朋友可要特别当心，避免钠含量过高影响健康。三立新闻广播张淑涵台北报道。